然后很多粉丝说比较想毛豆啊，然后带大家一起去二楼去看一下这个毛豆和这个小贝啊，带大家一起上去看一下他俩，让大家放个心啊，没啥问题啊。因为不管我，对吧，平常就是说有事的时候在忙，拍不拍视频或者怎么样，我都会把他们照顾的都很好的，大家就不用放心，不用担心啊，不用放心，嗯。哎呦，这是谁？你啊，这笨笨看见猫豆掉头都跑！我操我操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猫豆，你干啥嘞？嗯，一上来你都追着那笨笨，你想给他屁股上来一口嘞，是不是啊？给大家看看你啊，是不是？你看见现在小猫豆啊，是不是啊？都不乱尿了，看见没？以前乱尿乱接收，你看现在都能控制住了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，是不是？都是跟着这个谁小贝学的。说呀，你还看夸你两句，你可又来这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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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去去回去回去回去，你别给人尿了，蓉蓉，来来来，我绑你一下，来来来，好，走走你，好，走你走你，回去回去，去，哎，你看那俩脚趾拔的啊，是吧？然后的话，这个就是毛豆，这个就是小贝啊。小贝一直不肯穿那个新衣服，所以就不给他穿了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先把他们上面的卫生给他们搞一下吧，每天都要搞卫生，哎。然后这里面狗粮上午给他们倒的都还有啊，没有吃完啊，就是这样，水都还有。把这些便便给它清理掉，这些应该都是毛豆拉的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大家感觉他有没有吃胖一点啊？我感觉好像是吃胖了啊，不知道大家感觉有没有吃胖呀？吃慢点呀！我每次上来你在都搁那干饭呢，我不上来你都不干饭，真是的，是不是小贝？小贝说是的，是的，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好狗，好狗，下次带你也出去跑跑啊！当然现在。奶奶身体不是很好，是吧？我怕你想太想她了，跑回去，但是没有人照顾你，咋办呢？是不是？哎，其实我担心太多了，可能是我担心太多了，最主要是想的是，对吧？两边都好吧，是吧？就是这样，你别搁这吃了，种种，我上来你都吃，啥意思？真是的，把卫生给他们清理一下啊。那里拉的也有，然后这边卫生给他们清理好了，你看这个小贝在这里欢欣鼓舞的，开心的不要不要的啊，心情非常的棒啊今天。然后这个毛豆跟着也是很开心啊，毛豆在我那个搞卫生的时候啊，默默的把这一碗饭全部都给干完了啊。然后毛豆不趁着这个把这个饭啊，看到没，那里面的饭全干完了，你真是我吃货，我跟你说呀呀呀。
这小贝都生气了，小贝说他娘的，对不对，爆了一句粗口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小贝说太气人了啊，一口都不给我留啊，哪有见过这么当丈夫的，对不对，就很生气啊。毛豆说哎呀我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你饿了是不是，不行待会儿让阿飞再给你做点吃的，是不是，再给你弄点狗粮。哎好好，咱不往这儿抛了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不往那边抛啊，不往那边抛。然后的话这边的这个位置的这个地板啊，这个我已经买好了啊，在网上本来是初四买的，但是初四那个商家还是没有开业，后来我就昨天在那个网上找了另外一家嘛，我就那一家始终他好像不往我们这边发货，还是咋回事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段我们这边的疫情啊，他那个对吧，他不往我们这边发货，我在别的那家又找了一家，到时候把这里全部都铺上啊，全部铺上这种了，但是不知道另一家这种的质量怎么样啊，反正我买的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，就是这样啊，把这里全部都铺上了，到时候这个毛豆和小贝的生活区域又变得更大了嘛，对不对，既然说过的事情肯定是对吧，肯定是会做到的啊，不可能食言的啊，大家放心好了，到时候对吧，他们生活的舒服一点嘛，是不是，就是这样啊。很开心呢，是不是，毛豆给大家看看你，大家说好久都没看到毛豆了，不知道毛豆过得好不好，是不是，毛豆瘦了没有，哎呦，毛豆说我没瘦哦，你看我玩的可开心了，对不对，哎呀我和那个小贝的关系可好了，俺俩是不是，俺俩玩的最好了，对不对，我估计再也找不来另外一只狗能像毛豆和小贝啊关系处得这么好的，没羞没臊的，没羞没臊的，是不是，没羞没臊的。好了好了，你这干啥嘞，毛豆，挡住大家的面，你不要乱勾好不好，你干啥，腰他的腿的，你搁那儿像吃狗腿子的，你真是。哎，看着他们这样就很开心呢，是不是，哎呀，看着他俩这样就很开心呢，这么恩爱，是不是，这么幸福，是不是，所有的烦恼都会消失，对不对，大家说是不是，看他们，哎呦好好好，哎呦好好好，嘿嘿嘿，看他俩开心我也开心啊，不知道大家开心不开心啊，只要大家开心，对不对，我们对吧，每一天都要开开心心的，是不是，远离那些负能量，远离那些不开心的事，对不对，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对不对，估计毛豆以前也没想过他会过上今天的日子啊，所以说这个命运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，不是因为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可能对吧，不知不觉中他就在改变，对不对，潜移默化的他就改变了，对吧，就当幸福就会那一天就会降临，对不对，握手好狗，握手好狗，嘿嘿嘿，嚼嚼毛豆，嚼嚼毛豆扎我手里，嗯，好好好，没羞没臊的这俩，哎呀真的是这样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差不多了差不多了，哎呀我一直在这儿看他俩啊，看了足足有五分钟，他俩还在这儿腻歪着，对不对，哎再给他们多加点狗粮吧，哎前几天一直给他们吃肉啊，说实话前几天我妈一直给他们都喂肉吃，喂的嘴都叼了，喂的嘴真的是，不过楼上这俩还好一点，楼上这俩还是比较说能吃肉能吃凉的啊，还不是很挑食啊，说实话特别是毛豆啊，这个优点还是很明显的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嗯，今天吃狗粮，明天给你们做鸡胸肉吃啊，我在超市买的鸡胸肉啊给他们，好了好了，准备吃了啊，准备吃饭了啊，哎给你们倒上，哎给他们倒上了啊，这两碗啊，你俩在这儿吃吧，那里面水还有啊，等下午的时候再给你们换一下水啊，就是这样，嗯，然后给他俩吃一点火腿肠啊，刚才我在那边搞了半天把这个给拧断，就是这样给你俩吃啊，你俩都是好孩子啊，吃点火腿肠啊，吃个小零食好不好，吃个小零食啊，每只狗都有啊，不能着急啊，做好做好做好都做好，哎好好好，嘿嘿嘿，好先给你，好再给这个不听话的小毛豆也吃一吃，毛豆说我啥时候不听话了，对不对，
啊，不，给毛豆，给毛豆，好好好，给毛豆啊，好好好，还可以啊，把这个，哎，把这个咬掉，好，把这个穗儿，这里头这里咬掉，把头这里咬掉，好，再咬一下，再咬一下，好，差不多了，就这样吧，不能让你们咬得多干净，对不对？毛豆。把它咬掉，好，这个给你，啊，吃的好吃哇，还可以哈，啊，等一下给你们拿，不着急，都有都有，接下来该给谁了？先给谁啊？先给毛豆吧，哎，先给毛豆啊，好，毛豆吃了，该给小贝了啊，好，等一下啊，小贝，来，小贝这里，好吃吧，好，哎，很小心哦，它怕咬到我。吃的是小心翼翼的啊，小贝这个狗很懂事哎，然后这个该给谁了？该给毛豆了。好，毛豆也是很懂事，吃饭的时候也是很小心的啊。这俩狗吃饭的时候还是相当文明的，说实话，楼下那几个太折腾了，太闹腾了。这该谁了？该小贝了哈。好，又吃完了，还有最后这个几个啊，最后两个啊。最后两个刚好你俩一狗一个啊，先给这个毛豆，来，好，哈哈，毛豆一口吃了，再给这个小贝，好，再给小贝，好，再给你，好，吃完了啊，呀呀，我这一把，你叼着皮儿干啥的？回家去叼着皮儿去削去了，没事，这个狗很聪明啊，它不会吃进去的。啊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然后吃饭吧，吃饭吧，该吃主食了啊。零食只不过打一下牙祭啊，它不能当主食吃啊。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你俩在这上面玩啊，估计过几天那个到了，到时候铺一下，very perfect 了啊。那毛豆喝水呢，好，跟大家说再见，你说明天见，你们说明天见，拜拜。对不对？估计我们这里不会再下雪了啊，千万不要再下了。说实话，我都很烦这个雪啊，可能这个雪应该和之前的这个地震有关嘛，导致这个气候变冷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也不太清楚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就让他们在这边吃饭吧，我就下去了。哎呀，大家新年快乐，对吧？开工大吉，就是这样。拜拜。